因为我被关了十几年，对，十牙齿，应该说他被关出来的第一天刚好遇到我，对，天哪，哇，那可以探班吗？因为我们在活动上遇过很多次，然后每次说要合作，然后到最后就你们认识多久？有15年吧。有啊，没有出道这么久，前辈，前辈出道后台，差不多也十年了，对，10年，对，然后11年，然后15年又过。真的，其实大我们几岁，他真的是我念书的时候看他电影长大。因为我以前学电影的嘛，看他有看到他演拍的。有啊，我妈看的。我妈太风景，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，我以前看那些就是黑道电影，旁边都会那种大哥或者是兄弟都会旁边会有一个女人存在，然后他就是让他回心转意的那个女人。我觉得还蛮开心的是可以就是饰演这样的角色，终于做到大哥的那个激烈的部分，就是由你来的激烈担当吗？应该是激烈担当，因为我被关了十几年，对，是牙齿累积了十几年，所以要发泄一下。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对，所以有很多发泄的戏。应该说他被关出来的第一天刚好遇到我，对，天哪，哇，那可以探班吗？对不起，清场。因为就是第一次演黑社会，又是演大哥，这就是一种挑战。过瘾的地方就可以看到很多妹妹。有人需要为那个健身或瘦身，或是好像看起来都没有。我是会有一些比较裸露的戏，所以我还是会持续的健身。裸露要吧？对，裸到什么样的程度？就是跟导演还在讨论。结果这部戏，这部戏你露的比我多。太夸张，怕我跟森哥发展成。是吗？这不全裸的吗？全裸好像有一点关系。要提前跟我讲，我练的部位可能就要改变一下。大家很期待，其实是澡堂。我们要不要加一下？真的有三温暖啊，男子三温暖啊，真的。打起来一定要在三温暖吧？不是，就一或者站起来，然后再弄。但是有一点太多了，对不对？就是太多变化。大家就喜欢看这个。